经常换起来，可不可以拥有一次别人的生活？比如变成一个女人，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去女澡堂欣赏美景。或者呢，我就变成一只可爱的小狗，这不算。或者我可以变成情敌的样子，这样啊，我就能完美的将它拔到手了。我叫林诺，高三了。我有两个跟我同流合污的死党，没错，就是这个怂包。看你这能看吗？我靠，张雨晴怎么能这么漂亮呢？啊，这样跳舞。她就是我们学校校花，我高攀不起的校花。身边呢，还是跟着那只恶狗何世豪的校花。你这张皮子。耶耶耶！你们的噩梦，这才刚刚开始。我说，咱们的事还没完吧？你要干什么呀？我想让你们懂点规矩。那个，懂什么规矩啊？哎呀，哎，快跑啊！再让这只恶狗再继续下去了，看我的大招！喵！嘿！我终于还是输了。我靠，这梦也太真实了吧，牙膏味我都闻到了。爸爸，爸爸，你怎么了？干嘛呀？
哥好。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给变成你了？我也不能变成你呀、啊，主任。捋一捋啊，捋一捋。哎呀，你这两天发生什么事儿了？知道没有啊？我的表呢？大爷，我今天有个特别重要的会议。还有补课。补课？你们班还敢私自补课是不是？啊，行了行了，不重要。你给我好好想一想，你这昨天、前天这几天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发生啊？泰国学生，泰国学生，那个交换生啊！萨瓦迪卡。啊？嗯，他。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下第六课。大家把书打开，翻到第十九页。My name is Mo Wang. Nice to meet you. 你好，我叫阿农。呀，中文说的还行啊，比他强。他韩国人，说的不如你。안녕안녕하세요 I'm Korea. Beautiful girl. 你好，你好。你安静，别说话了。来，我们继续啊。找他去啊！快走走走走！随便，你有问题啊？知道好。这人呢？예전학갔어근데왜나한테물어你给我好好说话！这人呢？전학갔다고中文他转走了。神经病！怎么办呢？镇长了，这怎么办啊？我这会马上就要开了。哎呀，那怎么样啊？主任好，主任好。啊啊。这样，你去上，我去给你上课去。正好呀，整治整治你们班的歪风邪气。别啊，主任，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报进去的，我不想再坐最后一排。哎，行了行了，这样啊，你我好好开会，我好好上课，这样行吗？好了，还是我拿下来，一会儿开会挠头像什么样的。可不可以也像点我啊？因为我不想被人以后叫我神经病啊。神经病？我有那么像神经病吗？啊，不不不不不，就是我们的约定，好吗？啊，行行行，哎，那现在我应该怎么做？给我开会去怎么做？快点。
欢迎大家啊、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报告会。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给变成你了？这两天发生啥事儿了？爸爸。我们现在谈一谈学生群中火起来的一项集致娱乐休闲一体的运动项目啊，对，就是麻将。就是我从小昨天晚上我的手气简直是莫名其妙，本来是清一色，结果摸上来的全是筒子，糟糕透了。麻将没有什么很多的技巧，靠的就是天赋和你自己的牌品，还有呢就是快停。你怎么搞的？你还想不想做啊？哎，找你半天了、哦、你在这儿呢。嗯，哎，跟你说，我明天参了一局，三缺一，来一把。明天我生病啊，生病啊。明天你生病啊？啊，不不不不，我看病看病。你怎么了啊？发烧啊？对，一点。你真奇怪，刚才不还好好的吗？嗯，真扫兴。好，看完病没事给我打电话啊。好。哎，记得我名片电话啊，来拿着、哦，第一时间给我电话啊。哦。拜拜。哦。拜拜。王默同学，你太过分了。王默，你在干嘛啊？你看看啊，这个教育局下来的文件。哎呀，记错了，那个说我们学校很多老师就是啊和学生补课，私下补课啊，成绩不上去还是原地，你管人管纪律的，你干什么你？是您允许的。我允许，我允许的。我现在也不允许啊！什么事情没搞定，我走了。校长，怎么了？慢走，去哪儿？你在干嘛啊？全班同学等你一个人上课，你在干嘛？你先浪费的是我们所有人的金钱和时间，你知不知道？这位老师，你知道你消耗的是什么吗？我，哎，你还敢跟老师顶嘴啊？我告诉你，你消耗的是整个学校的名誉，你知道吗？我是为大家好。我还没有说完呢，不要打断我。想补课也行，召集这么多学生在这儿补课，万一让抓住，学校的名誉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是为大家好才补课的。这位老师，我记得你好像是这个学期才从初中部转过来的是吧？果然是经验不太丰富啊。王默，你干什么你？好，可不补了，不补了。好，来，同学们，来收拾东西啊，准备回家。哎，你们，王默，你要干嘛你？你是王默吗你？啊，那个，王默啊。同学们，那个我先走了啊。哎，哎，
主任，你哪边怎么样啊？说服你们老师了，以后不用补课了。这怎么可以呀、啊？我奶奶就是因为我……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这些事情你不用管了啊。哎，我问你，我那会开的怎么样啊？有没有按我稿子写的去读？读了，但好像也忘了校讲了。不过没关系，我已经把它摆平了。惹毛了校长，你有没有按我稿子读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两个人必须换回来。在濒临死亡的时候，才会突破人体的极限。我们试试吧。不要，老婆呀！现在怎么办啊，主任？我们是不是永远都这样？我想我奶奶，我想回家。哭什么哭？我们找找办法。肯定就是泰国那小子捣的鬼，不是我的错。你去我家应付我家人，我去你奶奶家应付你奶奶，就行吗？不行也得行啊。三万，哭啊！给钱给钱给钱，快给钱！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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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哎呀，我还以为是警察呢。你以后就直接进来，之前我不都告诉过你二号了吗？哦，那个铃声吧。哎呀，跟你说一万遍你也记不住。算了算了，姐妹们继续。西风，哎，胖，好，哎，气氛还不错。两条，一张，糊了，哈哈哈哈！给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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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下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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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再来，这样啊，我教你句我家的暗语。树的景光，树的景光，树的景光光。别呛了，现在已经很烦了。这是我家进门的暗语。还有暗语啊？你给我牢牢记住就行了啊。哎，你教教我，你和你奶奶平时说话的那些手语那些的。这个。这个，我吃饱了，对，这个我吃饱了，还有一个啊，我睡觉了，睡觉了，啊，对，那你有没有跟你奶奶，就是有意思点的手语啊？有意思的啊，有，就只剩下十桌了，前三桌的告诉名单全在我这儿，大家看一下。那这一局啊，还是从你的发电这块还是下了下风，对方冲击的发球非常的凶，我们一看效果不好。
谁呀？虚的谎啊，虚的谎啊，真的虚的谎。虚什么虚啊你？大家都知道你虚了。还有我。陈果，赶快进来。下巴现在是25-15，赢了第一局。我你好了，赶快进来吧，还有重要的事商讨呢。这个环节让一船到位率最后一局下来只有25%，25%的一船到位率，中国体坛是很难赢球的。看看接下来的比赛能不能有所改善。稍后我们再来为大家转播最高手，我们一定要拿下，绝对不可以输给他。是，有多少钱咱们让他撂着。对呀，有信心没有？有，绝对拿下。喂，是我，张主任。局长，怎么样？你在干嘛呢？声音那么小。我怕他们听得到啊。这个月的工资单，别给了我老婆，听到没有？就在我公文包的第二个口袋里。我怕他问你要，你现在给我找个地方藏好了，也别告诉我藏哪儿了。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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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见到我奶奶没有？哎，现在啊，他应该在等你吃饭啊，你别让他等太久。还有啊，我每次晚点回去的时候啊，他也会把饭菜再弄一遍，你别让他太累了。啊，好了，我这就进去。啊，哎，藏好了没有？啊，行了，等一下可以了，放心，放心，放心。啊，等我换回来的时候，我再告诉你藏在哪里。啊。还有啊，刚才这个球是打手了。雨晴洗澡的时候可不锁门，你可别给我动什么坏心眼啊，不然我弄死你。这个当然不会了，我现在是他爸爸嘛。哎，爸，你回来了啊？你先去洗澡。好啊。喂，喂，哎，哎，喂，喂。反击机会。耶。现在是咱班上的英雄啊，默默英雄，站在英雄的一角。是啊，现在莫哥你在我们心中就是大英雄。谁是你兄弟？你可是我们拜过把子的兄弟。对呀、啊。干嘛呀？听弟啊！啊，这是变态呀！啊！哎呀！哎呀！哎呀！没劲了，没劲了！
老师，我不敢了，我也不敢了，我不敢了，老师，我错了，老师，我不敢了。你呲他呗，行啊，哎，我给你呲啊，来，哎呦，哎呦，去，过来点，过来点，哎，老师他太顽皮了，我那个饭呢？我的大药汤，我的。抽烟也就罢了，还欺负低年级的同学。主任，我们知道错了。我错了，主任。主任，王默逼我们做的。啊？对，主任，就是他逼我们的。没有，主任，我没逼他。好了。啊，李两先走。谢谢主任，谢谢主任。拿好了，谢主任啊。报告。优秀学员都在这儿了。还不走？是。板差什么都差。哎，告诉你妈，我晚点回去。学校这边校长还有登公事。你呀，再罚一个试试。我们是拜把子兄弟是吧？啊，那你就听我的。哎呦我天，你竟然还往上爬了你！不要个脸呐，你还想当老大呀你？对啊。你一直说吧，我天哪！我跟你俩说啊，第一，以后别对我动手动脚的；第二，以后给我好好学习，别到处给我惹事儿啊。咋的了，默？抽风了？说胡话呢？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寻思好好学习就能追上张雨晴了？哎呦，谁要追张雨晴了？我追张雨晴啊！这谁写的？谁写的？你看看这小情书，太露骨了。我给你念啊，偷偷的告诉你，我的符号，你就是我。什么玩意儿？还标我符号？秃噜，没劲，不跟你玩了，把领带还我，还了。喝点热水啊！我偷偷地牵着你的右手，我偷偷地告诉你，雨过天晴之后，我依然爱你啊！对，哎，主任，终于让我逮着你了啊，小子！老实说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干过这些事儿，我文笔比你好太多了。就你这样还想追我女儿呢？没有啊，我……怪不得我们家雨晴最近回来那么晚呢。年轻人，什么时候就干什么时候的事儿，你知道吧？况且我们家雨晴这么优秀，能看得上你？主任啊，这个是我写给他的，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机会跟他说过话。你想的这些事不是我干的，还狡辩是不是？没有啊，等我抓你现行呢，弄死你！真不是我干的。
好意思了，这是补偿你的。去吃什么？都可以啊，听你的，你想吃什么？我想吃。哎，我们不如去学校的咖啡厅吧。可以啊，你要吃什么咖啡厅？牛排。王默，你个怂包，你看看人家，天天去吃香的，喝辣的，你呢？啊，下辈子当个偷窥狂去吧你。放手！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王默，给我往死里打！给我打！人呢？看什么看啊？不认识我了？行了吧，你都歪了，你那边都歪了，你好好站。我站了一万遍了，我挑死我了。你赶紧赶紧，我不开院。你去听王总指挥吗？不行，你别逼逼。赶紧，你皮还没粘呢。其实我也没有粘。你今天你也没有粘，今天可以。今天我们吃什么？今天你俩没事。哎，好。哎，你们几个过来一下。王默，你说，你们几个一直在打我女儿的主意啊？没有啊，没有。哎，那你刚才看什么？好看，好看，好看，你就能看吗？以后不准再看我的女人，知道吗？我没看，我说你有看就有看，我看，要不是我性格好，你们早残了。要不是你家有钱，你早被开除了。你说什么？我别给我得寸进尺，一会儿绳子翘。他就一个人，那你咋不打他呢？都指着我鼻子了，都戳我了。你咋不打他呢？我不害怕吗？帮我拿一下。嗯，这边等你啊。好。干嘛呢？又是你，干你屁事啊！有多远滚多远去啊！我们家青儿怎么总跟你这种混蛋在一起玩呢？你们家，你是上次被打傻了是吧？现在来找打是吧？我告诉你啊，你已经处分够多的了，能少惹事给我少惹事儿。这世上女人多了去了，干嘛找我们家晴晴？哎，我说你这人怎么着了？是上次被打傻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你给我离他远点，要不然我弄死你！就凭你？怎么了？谁知道呢？走吧。多嫌弃我们这项运动啊！没有啊！哎呦天哪，你真会耶！好会呀、啊，阿姨！臭不要脸的，叫谁阿姨？叫谁阿姨呢？老婆，老婆，老婆啊！闺女，你爸现在也上道了，排技可行了。哎呀，要是以前也这么打，估计咱家早就住上大别墅了。哎呀妈
咱也不能光想着靠赌博发财吧。哎呀，不是靠赌博发财，你看你爸这个技术啊，真是想输都难呐。哎呀，到我。哎，怎么？哎呀，老公，太棒了，太棒了！哎，啊，要不你也参加我们的麻坛大赛吧？我？对呀，可不可以？啊？好，可以吗？可以啊。东南西北风，就差一个红中，总算用这一技之长，让我和张雨晴的关系向前迈了一大步。不过，这个胖阿姨真是阴魂不散，天天夹在我和雨晴之间。可以了，姐。在我家住的还行。行。你家的床啊，比我家的远多啊。你不是一个人睡的？我一个人睡。你老婆啊，每天跟麻药们厮杀，我走了她才睡。那雨晴呢？你有没有进她房间里？没有啊，我在你家除了跟她吃饭，没见过她了。那还行。告诉你啊，我交代你的事，你可别给我忘了。你就没有找到点什么线索什么的？没有啊。就这样下去不是一回事儿啊。哎，你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一天到晚脑子里面除了麻将还有什么东西？还有啊，别打我闺女主意。我是咋的？再瞅一个试试。我瞅你了。哎，哟，屌丝又来了。张雨晴，你给我下来，坐在上面像个什么样子？要你管。兄弟，咱走吧。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何世豪，你给我适可而止啊，不要在这儿一错再错。你以为你是唐僧啊？啊！一会儿找机会把张雨晴给我带走，听着没？兄弟啊，吹吹牛得了，咱干不过人家。你看那俩人。何世豪，我今天必须给你个教训。兄弟们，看这架势是要跟咱们动真格了。上！知道错了吗？知道。大侠，饶我一命吧，放我走。以后把衣服给我穿好了，穿校服，听着没？听着。好，那我先走了。穿。哎。哎。穿校服啊。你怎么会这个呀？我爸爸也会。那个周末我们要一起去唱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啊？行。有。
王默同学，你最近好奇怪啊！你看你啊，这成绩一路飙升，不像你了。过来，到底怎么回事儿？嗯？啊，这个啊，李老师，李婷啊，我这里有一些发票，你给我录一下。哦，好的好的，没问题。那个啊，李老师，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啊，先走了，先走了，先走了。他最近好奇怪的，哎，看他成绩。什么奇怪呀？他不是一直在宠我吗？哎，快把这些录入好不？啊，好的，先过去了啊。小酒窝长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我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没有，没说床上。走，回家了。喂，去新东街476号。你怎么知道我家地址？我买的房子，我怎么知道？你说什么？哦，我是说，我家那边也有房子，我在那儿见过你。这谁呀？我同学，今天晚上他跟咱们一起吃吧。你怎么来了？啊？你们俩认识啊？哦，他是我学生，我是他老师。这谁是谁呀、啊？你们搞得我好乱呐、啊！不乱不乱啊！就我是我，他是他。对，很简单，你打牌太多啊，乱了乱了。哦，我去拿碗。啊，你试试。嗯，老公啊，结婚这么多年，你从来都没做过饭。手艺还这么好啊！是这样，主要学校忙，要不然学校不忙。啊，王默，你也知道我好忙啊。对对对。啊，他说我。啊。来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来来来，给我吃。哎，女儿，吃。张强姐的。吃饭啊，来，哎，多吃点啊。你也吃。哎，这个也好吃。好。不是你爱吃，来多吃多吃，吃吃。好了好了，可以了。好，是个是。可以了。走。
来来来来。王默，王默，王默，喊你呢！你过来看一下这道题怎么做。啊，你先把这个 A 的值求出来 ，B 的值呢求出来以后，然后相加和他们已知的值。哎，干什么呢？这女孩子一点也不懂得自尊自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吗？你怎么跟我爸一样，真烦。你爸怎么了啊？你爸怎么烦了？你爸严格要求你，那是对你好。你再想想，在 KTV 里面，要不是我过去，你说你啊，是不是？想想我就生气，我烦死了。你有病啊，出去，滚出去。C， 笑姐，笑姐，啊，那个关于舞蹈活动的事情啊。你们还有没有意见？没有啊，补充补充。我认为呢，在晚上举办成人礼舞会是最合适的。一来舞会应该就是在晚上举办的。二来呢，我们可以适度地让高三年级的同学们他们放松一下。让他们容易投入学习之中，将其有度是正确的。至于保安方面呢，这个是我们的工作。校长，校长，你可以放心啊，好，你们有没有意见了？没有了，就按你计划去做了。好，散会。小姐，没事吧？你坐。好。来呀，你来呀，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我跟你说啊，你不来没关系，你都抱得美人归了。我们还什么都没有呢，就是。抱什么抱？啊？你要抱谁啊？我发现你们这些孩子，脑子里面想的都是什么东西？我这孩子，我这孩子，你是啥？我这孩子，你是啥？看着啊，哥给你露一手。是啥？你好。给你调整我。对。哎，我问你啊，这个学校最近总在传那个咱们两个人。咱们俩人怎么了？你别管怎么了，我就问你有没有这么回事儿？对啊，就是那么回事儿。走，教你跳舞，走啊，快走。
旋转、跳跃，那一刻真是感受到了全世界的温柔。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真希望是我在和他跳舞，不对，那就是我呀。希望我换回去以后，陪他跳舞的人还是我。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不能给我掉链子，咱区的希望就靠我们俩了。我跟你说话呢。洪总啊，三万，九万，二万，五万，二万，五万，二万，老公，就指望你了，你要顶住，一定要加油。爸，你们怎么来了？不惜去参加舞会吗？你参加这么重要的比赛，我们当然要过来给你加油了。老公，我去给你买水。哎，这次我好好打啊，我拿个第一名，让我也当把英雄。你当英雄，那我怎么办？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上天给了我们一次互相认识对方的机会，你要抓住这次机会。我年纪大了，你未来的路还长着呢。我不是你呀，你生活有重心，家庭也美满。我呢，我真的很害怕，万一我们永远都是这样怎么办？别担心，幸运女神降临在我们身边，我想这份幸运不会这么快就消失的。好了，张主任，加油。开始。
告诉你，店家在二楼，那你上去把它给关掉，然后我到现场把张雨欣给带走。Yes. 好的。什么？主任，你怎么在这里啊？你们人干什么？主任，我已经这样了，反正我没有想过在这里待下去，你就不要再多管闲事了，好？咱们有事慢慢商量，不要这样啊。喂，不碍事吗？有人在走廊里打架。玉娇，其实我是……你别说话，跳舞。要不然我们还是别跳了，我们这样不太好。哪不好？放开我！你想干什么？杨主任，你想想之前是怎么惩罚我们的哈？不是哈，你现在放我等一下可以让人洗得好看一点。还嘴硬？走，放开我！放开我！这么大力干嘛？我还没有玩够呢。搞定了吗 ？OK， 给我继续演。别亲我啊！别亲我！啊！玩什么把戏啊？给我打！放开我！放开我！别动！回来了！别动！王默，你怎么了？你别吓我，你快醒醒啊！王默，你别吓我呀！你快醒醒！不是你别吓我，你逼我了，逼我放大招了你！哎，花少阳，你个混蛋！哎，干嘛呢？你醒了，起来！干嘛呢？没事吧你？啊？你没事吧？以后我再也不亲你了。见色忘义。散了，我们继续跳舞。没事了吧？我就给你倒杯水。